现在看起来了啊、哦，看起来今天在持人旗部分呢是个人三支安打一分打点，那到底是谁获得 MVP 呢 ？Angels 揭晓，太加油！嘉燕跟阿嬤一起来拍张大合照好吗？可以看到嘉燕完全是很意外的状态，因为阿嬤也偷偷的瞒着她一起来看她比赛哦，很开心阿嬤今天也在场，一起来为嘉燕来颁奖。好，大家一起往右边一步，好 OK， 好，来看中间哦，来看中间，笑容要有哦。好，中间 OK 吗？摄影师 OK 吗？好，谢谢。再一次掌声，先来送给我们的神秘嘉宾嘉燕的阿嬤，谢谢小心，而且舞姿跳得非常好哦。好，马上先来有请我们汉将家人一起来颁发奖项。首先欢迎传奇家族的许立颖先生来颁发我们的 MVP 讲座，来。看前方，好，谢谢，来到我身旁稍后片刻，接下来邀请到的是亚瑟王家族曾银涵小姐来为嘉燕戴上项链，好，看前方 OK， 来，许先生来上台，我们来有决定谁要先来抽奖项吗？你先还是他先？好，你先。那你要选择慈妹手中的还是 Jessie 手中的？来 ，Jessie 帮他揭晓，可以获得的是嘉燕的签名球帽以及普格尔购物商城的购物金。那我们这位小姐可以获得签名球帽，来，再来合照一张。来，往你们的左边一步，靠近一点，谢谢。看中间。好，谢谢，有请两位得奖人来到我身旁来待会领奖，全场再一次将我们的声音送给我们的天蔡嘉燕，蔡嘉燕我爱你，一二三来，来嘉燕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嘉燕，耶、yeah!先来回顾今晚嘉燕的好表现，这是她生涯首次主场 MVP， 掌声送给她。有看我们在上礼拜高雄的比赛的影片，她就是那一次是第一次的 MVP 嘛，那这一次很快的隔一周回到主场了，就第一次的主场 MVP 跟大家一起见证，再次掌声送给她好吗？她办到了，本季哦，这也是他生涯的第二轰哦，而且两轰都在新庄主场，六局下那个三分炮，
而且你全力的冲回来，当下以为是场内全垒打，是不是？当下也不知道有出去了，就先全力冲，全力跑。掌声送给他好吗？好，我们来跟嘉彦聊一聊。刚刚讲了这么多，刚刚提到的，在上周在高雄第一次拿到主场客场 MVP， 那很快的你用好表现让全场都惊艳，一起在主场拿下好表现的 MVP， 有没有什么话送给一路支持你的人，特别是今天偷偷瞒着你到场的家人，有没有什么话送给大家，送给家人们？最主要是想要谢谢我的家人，他们都默默地的支持着我，然后虽然今天我姑姑有点透露消息，我阿嬷也要来，但是我看到阿嬷走过来那一刻蛮感动的，然后我想告诉他们我爱他们，我也爱大家。掌声送给嘉彦。好，再来问一个比较直接一点的问题，可能到下半季嘉彦才获得比较多的出赛场次以及打席，那自己在本季在可能还没到一军之前，自己有没有用什么心态以及什么样的调整让自己去面对今年的赛季，而逐渐的开花结果在我们下半季最后倒数的20场比赛内来有好成绩来呈现出来？最主要是我在下二军的时候都强化身体嘛，然后都每一场都全力以赴去比，包括在上面一样，就是尽全力表现给大家。掌声送给今晚的嘉彦。好，我先关心一下，刚刚那个滑街还好吗？我看滑下去有点来到新庄水乐园，还 OK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。那刚刚队友的照顾还 OK 吗？因为我现在闻到很多奇怪的味道。非常棒，很棒哦！喜欢这个感觉吗？喜欢，喜欢。那接下来还有一种感觉，希望你可以更喜欢，可以吗？那由于你是第一次来者是客，我们又准备了很多很多要邀请你，可以吗？好，准备接受挑战，先从他自己的轰把嘉彦，让全场都惊艳。待会大声的喊出来哦，我喊节奏，请帮我大声的喊口号。很显然有偷练。声音切他，蹦蹦蹦蹦蹦。全垒打哥来喽！护航悍将，护航悍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护航悍将，护航悍将，三加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护航悍将，护航悍将，三加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护航悍将，护航。谢谢玲珑的现场。还记得你刚刚在打那个三分炮的时候，背景歌曲是哪一首吗？有印象吗？没印象，我们来教你好不好？蓝色旋风，一起来。全场家人喊出他的名字，他是谁？MVP， 拍手拍手喊出来！今晚的悍将，跟嘉彦一起疯！声音送给他好吗？一起来，他是谁？